风扇，吹风扇。现在我们的韩市长以及我们的韩市府团队，还有我们的江启臣、我们的江主席，已经在台上，以及我们所有中央的委员，以及我们所有的议员、我们的主任委员，都已经来到台上了。各位所有的乡亲好朋友，我们团结一心，赢回高雄，把高雄还回来，好不好？好。用你温暖的双手来给民生的加油，用你心情的一份来支持民主性的各位时代，给民生的加油，给民生的建设，给民生的栽培。李梅珍，李梅珍，动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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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动算，李梅珍，市长侯三好，幸福来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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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李梅珍，动算，李梅珍，动算，李梅珍，动算。主下保佑我。
着咱球台的掌声，咱即马就来欢迎韩祖鲁啦！高雄市民大家好，六月份离开高雄回到云林，我老婆说既然都回来了不要乱跑，我说好，我老婆说人多的地方啊千万不要去，我说没有问题，结果没有想到来到高雄又有这么多人帮我们李梅珍，对不对？谢谢，今天我们最重要，充满了热情理想，青春洋溢，对高雄有重大使命感的市长候选人三号李梅珍，我们国民党江启臣江主席，我们最敬爱的许昆源议长的夫人林思瑜女士，我们高雄市曾议长跟各位议员，周锡伟县长，还有这么多云林县的张立善张县长，这么多的嘉宾议员里长社团，还有最重要，我们现场所有支持我们李梅珍的高雄市民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高雄市民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我眼中的李梅珍跟别人眼中李梅珍，我不知道一样还是不一样。我眼中的李梅珍，我敢打开报纸，看到我永远三件事让我印象深刻。第一，过去三年只要碰到我们市长候选人李梅珍，永远笑眯眯，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，露一下，然后呢青春洋溢，活力四射。梅珍给任何人的一个感觉，只要跟他见过面就会被他和善的笑容被感动。第二，当上高雄市长碰到李梅珍，每一次就跟我说选民服务怎么样，地方建设怎么样，小孩子读书太热没有冷气，青年创业，还有他的选区左营南子的建设，每一次都为了市民朋友。我当市长他当议员，我们沟通配合非常的好，李梅珍只要市民朋友选民的需要都是一马当先。第三个印象，过去三年每一次把公事谈完，李梅珍就会叹气，啊，起病了。我说怎么了？我好想再生几个孩子哦。我说你怎么了？他说我真的好喜欢小孩子，我一定要再生。有没有什么方法？我老是没有办法继续再生出来。我说我不知道方法怎么样，不过我结婚八年都生不出来。后来我老婆啊，有一个老太太跟我们建议去煮那个鹅蛋，
电锅打开来，不蒸鸡蛋，蒸鹅蛋，回去蒸好了吃吃看，不知道怎么样，我老婆怀孕。我说梅珍啊，我把这个方法告诉你，从此以后，你梅珍只要碰到我，报告市长，我有吃鹅蛋，我真的有吃。梅珍讲了好多，他已经吃了多少颗，你自己跟大家报告。100多颗，他已经吃了100多颗鹅蛋，大家帮他掌声鼓励他。8年以后吃了鹅蛋生下来了，我的大女儿韩冰，长得完全是鹅蛋脸了。不知道别人有没有笑？我把这个方法告诉梅珍，梅珍吃了100多个鹅蛋。后来我就告诉她，回去叫你老公啊，身体锻炼好啊，一定希望你们继续多子多孙。各位亲爱的我们市民朋友，李梅珍真实的个性就是如此，充满了欢笑。对选民充满了责任，对下一代充满了爱心，这就是真正的李梅珍。加油！大家帮李梅珍掌声鼓励好不好？掌声鼓励！加油！加油！我们到百货公司周年庆，大家看到欢迎周年庆，买一送一。现在台湾台澎金马22个县市。唯一只有一个县市长，现在是买一送一，就是明天我们高雄市长的投票。我们到百货公司看到买一送一，高兴得不得了。我们亲爱的高雄市民朋友，发挥你的智慧，明天勇敢地投出一票，买一送一。2年前，新北市市长选举，苏贞昌落选。高升行政院院长，我们陈其迈高雄市市长落选，高升行政院副院长。台中市长林佳龙落选，高升交通部长。明天我们聪明有智慧的高雄市民朋友，我们买一送一，我们市长投3号李梅珍，让行政院长给陈其迈做好不好？好。3000多亿，我们迫切需要一位热爱高雄的行政院院长。苏贞昌说，陈其迈当市长要补助高雄4000亿，我们不要，我们让陈其迈做行政院长，直接帮助高雄，好不好？好。让充满责任、充满理想、充满爱心，对高雄这个土地。真正一波一卡赢的李梅珍当上我们高雄市长，高雄市的未来绝对不能原地踏步再往后退。李梅珍跟我说小孩子没有冷气，他很着急。我们韩国瑜团队已经30多所学校，今年再推100多所，我们由李梅珍来推动，让高雄所有的小朋友上课有冷气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的中英文双语教育，我们也希望李梅珍在今年24所变48所，由李梅珍担任市长，全高雄市所有的国民中小学全部实施中英文双语教育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的路平灯亮水沟通，韩团队1年半。修了660条道路，挖水沟4000公里。今年年底，所有高雄的路灯都要换成智慧型路灯。我们让路平灯亮，水沟通，让李梅珍认真的为我们高雄来拍票吧。现在天降甘霖，真的对今天所有来的贵宾、好朋友非常不好意思。如果大家不介意，请掌声鼓励一下吧。欢迎张姐姐，
各位乡亲，李梅珍当上市长，他肩膀上的责任会非常的重大。招商引资，我们这一年半引进了2600亿，我们希望李梅珍当市长能够让高雄更多企业家来投资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农产品、水产品外销一年成长170%，我们希望李梅珍市长能够更重视高雄农民渔民，把农产品、水产品大量外销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青年局的创业，我们成立了10个月，透过青年局的帮忙撮合，整个高雄青年子弟创业贷款7000多万。我们希望李梅珍当市长能够继续大力照顾我们高雄子弟，帮助我们青年朋友创业跟就业，好不好？好。各位好朋友，各位电视机媒体前面所有高雄市民朋友，发挥智慧，我再说一遍，民进党不是高雄人的爸爸，没有必要一定要投民进党。我们一年半证明我们绝对没有贪污，我们认真的做事，我们尊重选民的选择，给李梅珍一个机会，给高雄市未来一个机会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把3号李梅珍明天送进高雄市政府担任高雄市长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，咱感谢韩国瑜，不管风雨有偌大，咱有坚定的心肝，你带李进来来做伴，高雄的建设才会好看啊！下面邀请国民党的董主席江启臣。
回母家，大家都爱投票，大家都去选举。一个这好的市长，中正登革热的市长，高屏淡亮水果档的市长，伊不爱做，伊就要回头过来选，要一直选到赢。咱明仔载绝对要甲主动落来，用咱的选票投三号。跟咱高雄家己的尊严，高雄的未来，蔡总统好嘛？好。三好伊伫眉山，伊唔但唔惊风唔惊雨，伊嘛唔惊困难。过程当中，无论偌济破屋、扭曲，甚至严格的抹杀，他以他41岁的年纪，年轻的候选人。女性的候选人一路拼到底，他有没有退缩？没有，没真没有退缩，我们就不能退缩。不退缩，不退缩，不退缩。李梅珍，都算。李梅珍，都算。李梅珍，都算。梅珍，梅珍，李梅珍，都算，都算，李梅珍。欢迎大家，李大仔。无论风雨，无论出日头，拢总爱出来投三号，好无？好。等伊拜托的，搁倒去票一下。咱就差一处处啊，咱绝对袂用予人看衰潲。人是倒来转，咱是逐工走甲疲袂喘，这是两家讲的咯。但是事实就是安尼。咱坚持到最后，到最后一个时刻，今仔看到遮侪人，雨落遮尼大，永远拢搁徛伫遮，我拢足感动的。我们可以流汗，我们可以流血，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垂头丧气，我们不能流泪，我们只能勇敢向前走，好吗？
定落去。是安那？我看到大家在路中，为着要啉一个干净的水，爱跳都爱去灌水，为着要工工作，有在路边咧食便当，在车内咧食便当。为着要让大家有生活会当好过，在遐咧送阮书本、送盒、送外送，开客车、开大卡车，大家人为着就是咧有会当食一口饭，哪有搁有心情咧想食饭风地大？咱的人民竟然活甲这么艰苦，大家人为着就是咧让厝里的人。可以当有好日子通过，啊！不过咱的执政党有替咱想过无？有替咱想过无？Oh, no.
市长好烦哦，幸福来报道，市长好烦哦，幸福来报道，市长好烦哦，幸福来报道。感谢大家，你把咱的安徽给你兄弟干家非常的感动，我看到选举的雕塑像这款的跟你鼓励一下，过去还在这里，感谢大家，多啦多谢我们，市长头上好，幸福来报道，市